哇！哎、欸，还有讲什么？那个儿童餐是什么麦香鱼？嘿、喔、有还有吗？有嘛？有。嘿，那个叫一个。好。啊，那个要无糖，要配那无糖可乐。好。嘿。啊，要配玉米杯薯条还是苹果袋？无啊，伊个麦香鱼迄种，我要买套，我要买套餐呢、欸。对，里面有，还要再配一个苹果或小薯或玉米，要选一个。小薯。好。啊，我有一种大麦克的，我要换。你说三张了吗？嘿，我三张啊。好。我都要想点。啊，搁单点一个大薯。大薯吗？嘿，单点一个大薯。好。嘿，安尼。这样一共三点正确吗？哦，好好 ，OK。好。这样金额155，下个状况。嘿，好，谢谢。好。较紧，那个后壁非常多那个，我用这个，那个啥，这个套餐有无？我们要来换这个。哎呀，哎呦。现在雨还那么大呢，讲一个白白，我第一个买儿童套餐，儿童餐的嘛，哦对了吼，就是迄种麦香鱼黑嘛，对，啊有饮料，啊佫有迄种，哎、欸，啊我这次买得合理吗？这个给我就好，好，哎好，安尼，15加蛋吗？15，好，等必要吗？哦，唔免都发票得。十年啊，好。这个窗口是咩？搁一张啊！我讲伊咧上车哦，上车真巧咧，唔知。巧煞巧，那伊我较早哦，我可能会就转换跑道不买了。啊，但我咧即摆想想，你若讲停咧，搁入去行，啊搁啊加那都落汤鸡哦。我想说，人生学习稍微等待一下，也是培养耐心。好了，先安尼好了。